投票开始，我这是头，来，排好队啊！嫂子不能看了啊！来来来，每个人只能投一颗，都不着急啊，想好了再投。哎，对，不着急，不着急，想好了来。宣布一下投票结果，大伙儿把脸都转过来了。林佐花同志得票53票，柳絮同志得票18票，鲁银妹同志得票31票，实在对不起嫂子，您大名怎么称呼？我从小没名字，我在我们家排行老大，我叫胡大妞，我妹妹叫二妞、三妞、四妞、五妞、六妞，我们家那个阴盛阳衰，我爹身边一群妞的。胡大妞同志得票35票，票数最多的是林枣花同志。下面我宣布，本届复旧会的第一任会长为林枣花，大伙欢迎。我提议破格提拔柳絮为副会长。啊！我不够格，我不当这个副会长。柳絮，柳絮，哎，妹子，不是瞧他那样，就是。姐妹们，咱们接着开会啊。票数显示，胡大妞同志还有。鲁银妹同志得票分别是23名，所以我宣布，胡大妞同志是我们本届复旧会的副会长，鲁银妹同志为委员，大伙欢迎。会长，会长，啊，给大伙讲两句吧。哦，大家想不想救咱村的男人回来？想。大家想不想把小鬼子全杀光？想。大家想不想？只让咱们打鬼子，不让鬼子打着咱。想啊，这不太可能吧？就是啊，枣花妹子，你说别的我们信，可这句才叫吹牛。是呀，嫂子，
会长这句话还真没吹牛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我跟大伙儿解释一下啊。这个办法呢，是从我们根据地传下来的。我们确实能打着鬼子，而且鬼子还肯定打不着我们。这个好办法就叫挖地道。啊，挖地道！我跟大伙儿再详细的说说啊。我们把各家各户的地窖都穿起来，连成一个硕大无比的地道。鬼子只要敢来，我们就敢打他。打他几个人之后，我们就躲起来，保准让鬼子连我们的影儿都见不着。这是个好主意啊！那谁去挖呀？就是啊，谁去挖呀？咱们啊。我们给大伙儿请来的目的就是要组织大伙儿一块儿来挖呀。我首先问大伙儿一个问题，大伙儿觉得这个办法好不好？好呀。好，我们就这么干呢。大伙儿记住啊，挖好了地道以后，小鬼子不来则已，来了我们就跟他们干，打得过就打，打不过我们可以跑，我们可以跑到西山隐蔽起来，反正就是一个原则，我们绝对不吃亏，而且还能把小鬼子气得直跳脚，好不好？好。哎，那万一鬼子要进地道去追咱咋办呀？就是。嫂子，您问这个问题非常好，确实，小鬼子不笨，但是我也想问一个问题，我们傻吗？我们也不傻。对喽，他可以追到地道里，我们也可以在地道里头挖陷阱、装机关、设障碍。对不对？我们只要一触动机关，鬼子来一个，我们就杀一个；来一对儿，我们就杀一双，没问题吧？这么厉害呀！是啊，不厉害能是八路军吗？大伙要是不信，跟我们去看看。来来来，慢一点，姐妹们，来，看看，我跟大伙说一下啊，这儿呢，就是咱们地道的主干道，不错吧？还有呢，往那儿看看，那个地道口，还有那个口，这两个口是干嘛的呢？是可以把家家户户的地窖和我们的地道相连。哎，而且不光是这些，我们还要修，修什么呢？修到山脚下的隐蔽出口。这么一来，小鬼子如果敢进宫，上天入地，咱们说了算。那咱们村子那么大，你还要把地道挖到山脚下，那得挖到什么时候才能挖通啊？哎呀，这主干道啊，咱老祖宗几百年前就给挖通了。哎，咱们这样，分成三队，第一队呢我带着，第二队嫂子你带着，行，第三队鲁银妹带着，大伙赶紧回去拿镐头和铁锹，过来挖地道。好，走走走走走，慢点。小花，啊，姐妹们够棒的，说干就干的。那当然，咱瓦窑堡的老娘们不比爷们差。是。我觉得还是你这个带头作用带的好。我这不还是跟你还有季连长学的吗？呵呵。哎，是咱八路军的政策好。嗯，那倒是。有两件事我想跟你说一下。啥事儿啊？第一件。我又去勘察了一遍地形，啊，我发现古地道有些地方淤塞了，有些地方塌陷了，所以咱们必须得重新挖一下。嗯，那你说咋挖？我安排人去挖。好。第二件事，那个柳絮，他打鬼子真有这么大本事吗？真的，他本事可大了，枪法也准，就是他人太傲了。他看不起人。这个倒没事，但凡有本事的人都有脾气。要是真像你说的，他打鬼子这么有本事的话，我觉得咱们还得争取争取。行，我再找他谈谈。嗯，好。有信没咋？磨刀呢？
选举那事儿啊，你别太在意。那我们都多少年了，大伙互相都熟悉，都了解。你这个外来户，你又不跟大家走动，人家不了解你啊，也不知道你这么有本事，那当然都选熟人了，是不是？你别往心里去。那事儿我根本就没放在心上。妹子真大气，这要是我，我得气好几天呢。说正事儿。我找你是要说正事儿，我想请你加入我们妇救会。刘备才三顾茅庐，我都顾了你多少回了，我真的是诚心诚意的。林枣花，我一个人独来独往惯了，不习惯跟人合伙。咱村的男人都被鬼子抓到满洲国去了，这你是知道的。现在就剩些女人，大伙积极性挺高，可是真有本事能打鬼子的没几个。你本事这么大，你要加入我们，你还可以教教大伙，是不是？对了，咱地道都挖通了。地道啊，就是打仗的防御工事。哎呀，我跟你一句话两句话也说不清楚，你去看看就知道了，可厉害了。走，我带你看看去。走走走。当心头啊！这就我妈的地道，咋样？哎，看见这洞口没？这是防守用的，鬼子想进来啊，就要从这两条道进来。这架个机关枪，把他们全突突了，一个也进不来，厉害吧？来，那边看看，过来。你先走。站住！看见没，陷阱！哎呀，哎，现在可以走，鬼子来了，一拉机关就掉下去了。现在没事，你走。那边，那边，这里，你看，这是耳洞，可以从侧面打鬼子。还有这个，这个前面有好多枪眼呢。咱们的人啊，可以藏在里面，鬼子一路过就从里面打鬼子，而鬼子呢找不着咱们在哪，神吧？还行，林枣花，你总算干了件正事。这话咋说的？我一直干的都是正事。再带你去那边看看去。送饭，你得给我送饭，到时候把你
们家鸡鸭鹅看好了啊！我这一敞开肚子吃，全村鸡鸭鹅都得看见我跑。哎，咱接着搬。嗯。狐狸精，只许你偷汉子，还不许我找男人了。呸！这林导花真不是个东西，你让我去他家监视，我什么都没看明白呢，他拿大条路一条路给我打出来了，你得好好治。你在看明白啥呀？你大白天的去人家勾引良家妇女，被打出来了，活该。那倒也是。哎，可是你让我执行任务的呀？我让你执行任务，让你盯着江荷花了吗？我让你监视林枣花、柳絮，你都干些什么了？嗯，对。行，那我去了啊。你回来，好好干活。发现情况马上向我汇报，别老想念别的，滚！啊！荷花，你吓我一跳！你还吓我一跳呢？这黑咕隆咚的，你从哪儿钻出来的呀？从这儿啊。你这是来干啥来了？这是，我怕你渴，想给你打点水，一害怕全洒了。荷花，这地道里都是自己人，没啥好害怕的。知道了，姐，那以后有啥用得着我荷花的，只管给我开口，我一定尽力。我再去打一壶。你慢点啊。你知道地道往哪儿通，又跟谁家连着吗？知道地道很长，岔口又很多，其他就不清楚了。嗯，那你瞅个机会，带我下去看看。你下地道？嗯，但不能让别人看见。知道。咱们已经挖通了八户人家的地道，还有通往西山脚下的地道口也快挖通了。小花，这就是我跟你说的。群众的力量是伟大的。嗯。啊，对了，还有柳絮，他上回看完地道啊，我发现他挺动心的，只要我再加把劲儿，他肯定能很快的加入咱们的队伍。你知道吗？这话如果别人说，我不信；但是你说，我还真信。我这段时间一直在观察你。我突然很惊讶，你的组织能力怎么会这么强？真的，我原先以为你也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村婆娘。不是，我跟你说能力了啊。然后没想到你煽动群众，也不能叫煽动，就是思想工作。跟我们八路军的政工干部一比吧，可能比他们还强。枣花，加油！啊，你要这么干下去的话，我相信你们老娘家还会出一个穆桂英式的女英雄，那就是你。我哪那么大本事啊？有，要是没有你指点，我不跟瞎子摸大象腿似的，啥也搞不懂。其实我吧，我就好干点事。打住啊，咱俩别互相吹了。你真有本事啊，你真有本事。那个，我跟你说个正事儿。嗯。我觉得吧，组成妇救会之后，
还不够，我们应该再成立一个儿童团，啊，让这些孩子们替咱们站岗放哨，密切关注大黄庄鬼子的动静。如果他们有任何的风吹草动，马上通知咱们，咱们好带领乡亲们进地道躲起来。嗯，有道理。我明天就组一个儿童团，让他们上西山顶放哨，那儿站得高看得远。 这样，他们可以一边割草放羊，一边观察据点里的鬼子动向。好，就这么定。嗯，大瓜，从今天开始，你带着他们几个在这站岗放哨，密切观察鬼子的动静。只要鬼子一有动静，你就要起通知村里，知道吗？好。那个什么，你们都给我听清楚了啊！咱姑姑让咱在这儿，看着鬼子的行踪，谁也不许给我胡闹。听明白没有？听明白了。 你们好好站岗，姑姑给你们白馍馍吃。好，好，好，好。大瓜，出列。啥？过来，过来。给。估摸着还有一里多地，就挖到西山了。差不多了。明天，争取挖通。好。小花，小子。 小子，我挖的土没地儿放了，咋办？咋办？我都已经看好地儿了，把这些土运到村口，咱们正好可以垒一个土坝。啊，鬼子来了，借着土坝打他第一道，进地道打他第二道。啊，这法子好。而且在土坝那儿，咱也得修一个地道，进出方便，打鬼子更顺畅。行啊，你还真有两下子。 我都没想到，谢谢领导夸奖啊！我要没这两下子的话，您能挑我当助手？<笑>那领导，咱引土去。好，啊，走，明天干去啊！好。走。哎，李排长，我跟柳絮谈的差不多了，我都带他看完地道了。太好了。 娘，我来看你了。你还好吧？娘，林枣花她来找我了，她想让我加入他们的队伍。她带了一群姐妹，挖地道，准备跟鬼子干。可是娘。 那全都是一群不会打仗的娘们儿，他们要真跟鬼子干起来，肯定会吃亏的。林枣花她救过我，我不能忘恩负义，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去送死。娘，我知道。 你想让我在家安安生生的过日子，可是娘，不把小鬼子他们赶出去，我们就没有安生日子过。你说对吧？嫂子，我给你看看好东西。啥东西啊？等会儿啊。 这法子真不错啊！这小鬼子打死也想不到咱们会把地道口开在木箱里。是，不错不错。哎，啊，不知道阴谋嫂子他们那边弄咋样了？我跟他们说过了，地道口必须是在隐蔽的地方，这样鬼子来了，咱想打就打，想跑就跑，来无影去无踪。对。哎，走，咱去看看去，有啥不对的地方，咱给指点指点，改进改进。好。 Thank you.
八路奇人太甚，昨天晚上在炮楼上，他们的狙击手有击毙了我们一名天皇勇士，太可恶了！太君，八路的确可恶，可现在这个时候，咱们只能忍呐。太君，现在咱这点兵力，咱要是出击的话，那很有可能就中他们的圈套啊，咱绝不能上他们这个当。再说了，那野田大队长不是让咱们坚守据点吗？ 好酒，你还真行，闻着酒味你就能行。嗨，别提了，毛病呗。这臭毛病啊，是我打仗的时候落下的。原先胆儿特小，上战场以后我就得琢磨，咱得壮点胆儿吧，啊，喝点酒呗，是吧？你就喝呗，喝完以后还真觉得不怕了。 什么天王老子，什么人脑袋狗腿血脖子，不管什么，捞起来我就劈，捞起来就砍，一点都不怕。后来就觉得坏了，有酒瘾了，要是不喝吧，也行。但是给我还真想喝。那你喝呗，给嫂子喝点。 别不好干活呢，嫂子也喝。对，嫂子可能喝了。来来来，哎，你这么能喝酒啊？不行，哎，我们家一毛平时喝三五碗没问题，能喝多少？我可能比不了他，喝不了多少，三五碗我就多了。有的时候七八碗反正也没事吧，看心情，就这么点嗜好。 你这么能喝，没人管你啊？管啊，怎么能不管啊？我们八路军有纪律，团长因为这事总说我，别喝了，打仗呢。我说是是是，不喝了。但是嘴上这么说吧，就有时候控制不住自己，而且我这鼻子闻酒还特别灵，啊，跟狗一样。别人甭管这个，请没请我啊，只要我闻见酒味，就顺着这味儿就过去了。 嗯，这酒吧，说是好东西，其实也不是好东西。上一回，就是因为我喝了酒以后，啊，打了一个挺好的一个胜仗，杀了100多鬼子吧，而且还俘虏了七八个鬼子。哎呀，你们老厉害了！来来来，干一个！厉害啥呀？ 我后话还没说完呢，就是因为打了这个胜仗，高兴呗，那再喝点呗，我就喝了。喝完以后拎着一把鬼子刀，我就出去巡查去了。走着走着，我就看见那几个俘虏兵，突然之间，啥事儿都想起来，就是那些牺牲的战友啊，血就开始往上涌，嗓子也是发抖。 二话没说，上去嘁了咔嚓，把那帮人全给剁了。剁
做得好。就是，小伙子就该杀，见一个杀一个。我那叫杀降。团长因为这事儿，给我记了个处分，把我从连长降到了排长。杀小伙子也犯错误啊？就是，因为我们八路军有政策，在战场上可以随便杀鬼子，没人管，杀的越多越好。但是他如果缴了械，他就是俘虏，我们不光不能杀他，还得保护他。啥狗屁政策呀！真是，小鬼子抓着咱们的人能杀，咱们抓着小鬼子就不能杀，凭啥呀？不凭啥，政策上的事你不懂。我也不想懂，反正在瓦窑堡，只要抓着小鬼子，不管他降不降，一律咔嚓。林枣花同志，咱说归说，闹归闹，你要是真这么干的话，那是要犯错误的。杀小鬼子还能犯错误？杀小鬼子不犯错误。没错，但是犯纪律。太君，太君，您找我？什么事儿啊？哎，这小姑娘挺漂亮啊，这谁呀？我的妹妹，三木由美子。哎呀，怪不得呢，哎，我看着这眼熟。哎呀，像，像，这兄妹俩长得真像，这大眼睛，脸庞，太像了，太像了。哎，太君。看这照片，由美子小姐还在上学吧？她已经参加了大日本皇军。哟，这么有出息啊！在哪儿啊？就在华北。华北？那您兄妹没见过？去年见过了一面，她就在战地医院工作。可是她失踪了。失踪了？不会吧？战地医院那么安全，怎么能失踪呢？他是在运送中伤员的路上失踪的，跟他一起失踪的还有两名女护士。这么回事儿啊？那现在有什么线索没有？我怀疑被土巴洛俘虏或者打散了，就在我们这一带。二九军，你的特务队要多带些由美子的照片，发给咱们管辖的各村村长手里，让他们帮忙查找。特别是瓦窑堡，那里的八路活动猖獗。好，我就当我亲妹妹一样找。您放心，我现在就去安排。最近林枣花他们神神秘秘的，不知道在干些什么。你告诉我表哥，一定要小心点啊。好，我知道了。糟蹋，记住照片上这个女人，发现以后立刻通知我。好，那我先走了。哎，战士能藏到哪儿去啊？张玲，哎，小心点儿，知道了。
高姐，来，果子来了，来吃。果物よ、あなたたちも食べて。ほら、食べて。ほら、早く。由美子さん、あなたも食べて。食料がないから今はこれしかないけど、食べたらまた取りに行くから。张医生，你们在洞里先休息一下，等下我和阿威出去摘。你们找不到，还是我去吧。高玲，咱们一起去。好。你们在这好好看着他们呢，别让他们跑了。我们一会儿就回来。是张医生，走走。哎，张医生，要不你还是抓紧带我们去找队伍吧。还是先填饱肚子再说吧。这是敌占区，到处都是鬼子汉奸，可别乱跑了。对，如果乱找的话，不但找不着队伍，搞不好还会落在鬼子手里面。你们看着他们，我们走了。大姐，咱都跟队伍散了这么多天了，也不知道杨团长他们撤到哪儿去了。我好几次下山打听消息，都遇上了鬼子汉奸，险些被他们发现。当初我就说应该直接打死他，你偏不让。高玲，你可不能这么说。优待俘虏是咱们党的政策。再说了，留着他们还是很有用的嘛。有啥用啊？你想啊，鬼子宁肯死都不肯被我们活捉，这下可好，咱们一下抓了他们三个，还是女兵。咱们要是完好无损的把他们押送回根据地，那绝对是轰动性的。你说，这对日军来说是不是个沉重的心理打击？那倒是。我想，一个女俘虏的价值应该不会输一枚小钢炮吧？那当然。走，走。どうしたの？お腹が痛い。お腹が？三人とも行くの？はい。いいわ、行きなさい。余計なことはしないように。你们两个看着他们。好。你是什么人？私は政治病院の看護婦です。この人を殺してません。
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是什么人？哦，本当に看護婦です。人殺し。别过来！我最后问你一遍，你是什么人？看護婦です。本当人殺してません。看護婦です。别乱动！你们是什么人？我们是八路军，他是我们抓的俘虏。你们走出来，我看看。再往前走两步，我看看。你是张医生吧？你是？八路军，独立团二营三连一排排长李金福啊！我找你看过病，你忘了？原来是李排长。这些都是我的姐妹们，这是八路军的张半仙。哎呀，半仙好。半仙啊，你们不是给人治病的吗？咱们这儿啊，管给人治病的郎中都叫半仙，是尊称。